你好像离这个圈太远了。左边，左边，哦，有风了，甜甜圈有风，完了，完了，来了，哎，还是差一点，差一点，错，玩笑，没有风了，现在又，完了，晃起来了，重心放到左脚，重心放到左脚，来，耶，来，耶，哦，是不是我教你了？我教你放重心放左脚，对吧？对，可以叫炮出来了，姐，叫炮出来一下，他睡了。叫他出来，我们午休的时间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下一个场地来进行下一项任务。好，那我们大家稍事调整，我们就马上出发了。好，好嘞。就像是人生路上的那些风浪，也经历它颠簸，但是你要稳住心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要放在心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阴影。炎炎夏日，无水不欢，有了清凉的泳池才有夏天的样子，欢迎大家来到安慕希泳池派对。接下来我们要在水里来进行消暑任务，这都年轻人啊。目前两队各有一枚劳动勋章，这一环节结束之后，获得劳动勋章的队伍就要派出相应数量的成员去进行最终的劳动任务。啊！其他成员是进行的体验海上的娱乐项目。哇！想要体验。我们要在这里进行的任务是浮台对抗。两队每一次派出两名成员，一人站在浮台上，另一个人来控制浮台。浮台上的两位成员用一根戴拳击手套的杆子互相干扰对方，每一方先掉落，每一方就失败。这一环节三局两胜。现在就请两队来决定各自的出战顺序。我来吧，还是你来，我你来，你来，我你跟着 我, 我不想一上来就赢他们啊！你上，你想，你觉得我们能赢？我们想，我们想，雷神，雷神，雷神，我三个人。Lucas， 青春相思。第一轮对抗，赵敬诚 VS 黄旭熙。我来推，我来推，你这推的太那。我来推。我给你摁着点儿啊，稳住就是了。对。好，来，准备，三二一。